上就弄好嘞。这个角度怎么样？这个角，怎么样？像个小学生吗？像个小学生吗？我今天看到了很多非常熟悉的粉丝的名字。头发也长了，反正今天是最轻松的一个状态吧，但是衣服还是稍微的精挑细选了一下，选了这样的一个衣服，我感觉有点像过年的感觉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，说说话，度过一个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跨年。我记着那一年我回老家过年啊，回到吉林公主岭我的老家过年的时候啊，今天是跨年，那一年是过年，我直播了，是通过另外一个平台，直播。今年呢又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大家见面，所以今年呢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跨年啊，当然了诸多诸多的原因吧啊。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和大家见一面也挺好的，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感谢今年各大电视台，没有那么呀，怎么讲呢，就是双方原因啊，这个可以换一话题哦，还有台湾钢丝哦，换一话题说一说大家都在哪里，台湾的钢丝你们好，有香港的粉丝在吗？澳门的粉丝，香港的粉丝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和大家已经好久没见了，但是呢港澳台的这些粉丝我也非常的惦念你们。了解，这干啥，让我坐高一点吗？坐高一点，那我就可以把它低一点啊。希望我这样不好，还不太好，再给我拔起来吧。怎么能更好呢？歪着脖子更好，我发现，我发现歪着脖子挺好的，挺好看的。这一缕秀发，对，就这一缕秀发，就完全是颜值的担当。我又开始皮了啊，开始了，一缕秀发完全是颜值的担当，是不是这样？了解，感谢所有的海外的粉丝们。这样，因为今天是跨年，也代表所有国内的粉丝来给海外的粉，我看这标准读音是什么，给海外的粉丝们问好，云一锅，云一锅是对吗？还是云一窝呀？三滴水，一个口一个内啊，这是一个什么词？该剪发了，是的，该剪发了。玉先生被艾伦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怎么跟艾伦扯上关系了？还是跟沈腾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已经8点多了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。看到了很多粉丝在上边嘞，很开心很开心啊，想听玉先生唱歌，好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对不起啊，我在看那个那什么，他们叮嘱我不要把大头
离得那么近。我在看，说是有那个有海外的粉丝，马来西亚的粉丝。这是我的一个小枕头哦，他们拿过来说是让我坐着，可能会软一点，但是我拿着和大家在一块儿，豌豆。我不知道今天会直播多长时间，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个建议。今天我上一次可能直播就20多分钟，其实就是上来和大家见见面而已，就下去了。但愿今天可以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多聊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唱歌给大家听啊！我今天也是 怀念玉先生以前的黑框眼镜啊，我也怀念啊，我也特别的怀念。但黑框眼镜当时是没有镜片的。今天还没练声呢，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？大家可以点一点。练一下声啊吓到你们啊！赤灵，随意唱啊！今天没有做充足的准备，但我感觉自然一点会比较好。赤灵，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。台下人唱着，心碎离别歌。青瓷嫩落寞。他唱戏已学来火，戏幕起，戏幕落，谁是客？湖广生啊，赤伶还没唱完呢，我就是拿这个副歌的部分开开嗓。其实你说没有准备，也是稍微的有一点小心理准备啊。我每次老是刚忘忘嘛，记不住词啊，所以今天呢还是打了几张歌片啊，希望词能够记得住。这是京剧的《贵妃醉酒》啊，京剧的戏腔呢，它非常非常的讲究，然后那么多的流派，能够把京剧唱好，着实的不容易。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。台上人唱着，心碎离别歌。哎呀，我发现离得远，人就好看得不得了。哦，哎，远好看呢。青瓷嫩落寞，他唱戏已学来火。戏幕起，戏幕落，谁是客？戏者。谁休起落？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响又默。戏中情，戏外人，谁来说？
观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末，陈词唱串又如何？白骨清辉解我，乱世浮萍怎堪烽火燃山河？巍巍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唱。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。台上人唱着，心碎离别歌。情字难落寞，他唱续一雪来火。戏幕起，戏幕落，谁是客？莫笑人荒唐。嗓子还没开，马上快开了啊，马上嗓子就会打开了。一层温情，一层温情，一层温情慌，一层铿锵唱兴亡，都无情都有情。